我跟你讲哦，你那是无注意跌落来，但是想要搁过，真困难哦。啊，你是好买啦，赶紧跟你加班啦，来啊！会长，你来我做啥？你要那对亚芳，我就要那对你。是为什么？我就这种说走哎！我讲白茶，玻璃给我吞了。我就我要跟你斗三公心，阿达，青月，你在从啥？我回去来电话，我告诉我。青月。你是叫我来看你欺负查某人心？有人讲你甲曹凤联手要设计亚芳，敢有这件代志？我听无你咧讲啥。李白，心里讲。你甲曹凤被药也放出来，然后对付，有还是无？无？什么无？就是你按我咧做诶，我这里无胆，甲魏永芳又无啥物恩怨，我无就是对付伊要创啥？会长，这个代志真正甲我无关系，你看嘛，真甲我无关系吼？我唔知这件代志。那呢，这个代志就是曹凤个人的行为。好啊，我处理，卡片以后造成咱两个人的误会。阿当，放手。你。嘉明，你怎么是来搞？回去为着我，放我对付我，你竟然不讲话，你怎么是同意的？来做坏事？金元，曹凤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帮伊耍。我跟曹凤。你选倒一边？我跟王亚芳，你要选啥？你唔讲话，无得回答。王亚芳比我较重要是？你讲话，你回答嘛？你讲话，我完了，你回答我。曹凤，曹凤。干嘛要放开？你起码也要跟蒋明玉啊，是不？哪能嘛像我俩放开代志？好，我卖惨，所有代志交你爸去处理，阿你好不？你敢挑破我的心思？那你蒋明玉就注定好命。我什么拢未讲，好，跟嘉宾我放开。真歹势，人爱对我行，卖过来。